我是夏紫薇，那是小燕子，我们偶然相遇，结拜成姐妹，然后阴错阳差地进了皇宫，和皇阿玛、尔康、永琪发生了无数不可思议的故事。宫廷画师班杰明见证了这个故事，也卷进了这个故事。还有宫外的萧剑和宫里的琴儿，也因为我们而相遇。我们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，在皇宫，在草原，在花海，在天涯海角，留下了我们的歌，我们的笑和我们的泪。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，你必须回答我，不许逃避。是。你愿意跟我共度一生吗？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有你这几句话，我就再也没有任何矛盾、任何挣扎、任何顾虑了。我们的未来都在你这几句话里面。不由自主，从此相伴一路行。王开弓，齐放箭，万箭齐发似流星。这真是我见过最大的射击场面，他们的射箭技术应该跟我的弹弓技术不相上下。哎，不过想想这红星那么大，他们要是射不中还真是饭桶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等等，没有彩霞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是我吹牛，我是我们那边有名的燕子神射手，我闭上眼睛都能把树上鸟巢给打下来，他们几个根本就不是我的队。说有一个小鹿子，给朕准备几个铜钱。他还有一些嚣张。皇阿玛，要铜钱做什么呀？小燕子，你把弹弓准备好，朕一喊开始，小鹿子就把铜钱往天上这么一扔，你若能击中那三个铜钱，朕就视你为赢家，如何？先说小皇阿玛，我小燕子是玩弹弓起家的，你输定了。来吧，谁怕谁啊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哇，皇阿玛，不行嘛，这根本就来不及啊，我拉弓的时间都没有。谁说来不及，朕说来得及就来得及。我就是这个姑娘。小鹿子，朕要来个百步穿杨给小燕子看看。我跟你打个赌，三招之内我就会把你的剑打飞，如果你输了就不许跟我绝交，如果我输了就再也不进这个书房斋。三招，你太嚣张了吧。你敢赌不敢赌？不敢赌就算了，什么十八般武艺都会，吹牛。赌就赌，谁怕谁啊。别说三招了，三十招之内你能把我手里的剑打飞，就算我输。
挖个好地上，挖个好地上。八哥，收金啊！笑声。